大家好，寻找异地域第二集。上一集系咪好闷啊？我见好似啲朋友唔系咁中意睇，因为上一集咧第一集啦，想轻强少少，就拣一个比较和平少少，纯粹系一个冇乜太大争议。只不过上一次咧就系、是、嗰、那个主要系想探讨，其实佢哋本身嗰啲德国本地喺瑞士嗰个市镇乡村啊生活嘅人，其实佢哋嘅心意咧。是想歸瑞士的，但無可奈何地他們是德國人，德國身份就不被德國去接納，他們去、加入去瑞士脫離德國。好，今次這個地方，大家香港人、最近的、社會氣氛不是那麼好，大家可以考慮一下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人人都可以移民過去的，基本上。好了，這個地方叫做斯亞爾巴，又叫做爛岸群島。 OK， 它在哪裡呢？其實它是屬於挪威的。好，我們看看究竟那支這個地方就沒有區旗的，純粹是跟回、挪威國旗的。大家看看第一幅照片，挪威國旗就是這張，其實挺漂亮的，挪威都很出名啦。其實、如果大家喜歡踢球的都知道挪威是最厲害的，現在曼聯領隊蘇斯哈查啦，也是我很喜歡的其中一個曼聯球員啦。 OK， 好啦，好嗱，佢位於邊度咧？嗱，就係位於北極地區嘅群島嚟嘅，其實係一紮島嚟嘅嚇。佢咧就係挪威最北面嘅領土嚟嘅嘅國土嚟嘅。佢就係位於乜嘢咧？位於北極點，即係最北嗰一點，同埋挪威嗰個本土大陸中間。啱啱中間嘅，我哋睇睇第二幅圖，唔該 Edward。嗱，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嗰個位置。嗱，見唔見到就係紅色嗰度。嗱，紅色嗱下邊嗰個咧就係挪威嗰個挪威大陸啦。上面嗱嗰個島其實地方唔細嘅，你睇翻啦。嗱，嗰個島啦，其實唔細嘅，都大嘅。OK， 咁有幾大？我啱慢慢逐啲再同大家講。好嗱，就啱啱線咧，就喺正個北極點同埋個挪威本土中間嘅，喺正中間嘅。OK， 嗱，官方語言係挪威語。屌你廢話嚟嘅，話都明係挪威地方啦，唔講挪威語講咩啊咁？嗱，若果係咁簡單嘅，我就唔叫做尋找異地域啦。有好多地方，好似我哋上次講嗰個地方咁，雖然佢係德國領土，但係佢係喺瑞士裏邊，佢亦都係會用瑞士話出瑞士法郎啊，各方面，所以咧係有唔同嘅。嗱，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國兩制嘅地方嚟嘅。我應間繼續慢慢先後少少，我先講佢個政治進程、歷史進程。依家先講咗呢個城市、呢個島國，有咩咁特別先？好嗱，講挪威語嘅人口咧，大概3000人左右。但有部分是流動人口嚟嘅，點解咧？慢慢你會知道點解會係咁多流動人口噶啦。嗱，面積其實唔細嘅噃，接近60個香港，50幾60個接近。其實地方就好大啊，但係我跟住講落嚟咧，你就知道大其實未必有用嘅。OK， 陣間再同大家講。嗱，島上面呢、這個懶岸群島上邊啊，72% 係挪威人。16% 是俄羅斯人，大概500多人到俄羅斯人。但是最特別就是這個，我要跟大家說，有 7% 是什麼人呢？是熱帶來的人，還要是很熱的地方的人，就是泰國人。有 7% 是泰國人。為什麼呢？跟著後面我再慢慢解釋給大家，為什麼這麼多泰國人。另外有 5% 就是其他不同種族，不同的人，可能中國人又有其他地方的人，總之 OK， 就 5% 就其他人種。好啦，流通貨幣呢，他們是用挪威的克朗的， OK， 用克朗的。嗱，亦都頭先所講啦，唔好以為一定是用挪威就用翻挪威的貨幣啊，有機會唔係噶。不過呢個地方就真係嘅，仲係用緊挪威的克朗的。OK， 好啦，嗱，斯亞爾巴咧呢、這個地方即係賴昂群島啦，因為佢兩個名嘅。點解嗱呢兩個名點解會有分別呢？我陣間解釋俾大家聽，點解呢兩個名點樣嚟，好冇？嗱，斯亞爾巴其實佢係獨立於挪威本土嘅，唯一一個係一個非建制地區。挪威政府咧
就會係委派一個所謂好似我哋以前咁啦，英國佬就委派個港督嚟我哋香港啦，佢一模一樣，一模一樣。挪威就會係挪威政府就會委派一個所謂嘅冷岸群島總督嚟管治呢一個地區嘅。OK， 嗱，除咗呢個島啊，呢個島冷岸群島，除咗居住嘅地方之外啦，佢最主要仲有就係呢個研究基地，採礦嘅基地。我陣間都係陣間會同大家分享佢其他資料。OK， 嗱，由於佢個地方身處喺呢個北極圈之內啦，所以咧佢哋咧嗱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啦。如果大家好想去嘅話，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氣啊，同埋嗰個環境個問題，大家 O 唔 OK， 接唔接受得到？嗱，佢哋啊，有84日至到128日左右就是、冬天，而冬天咧。是全日都是夜晚嚟嘅，冇日头嘅。因为如果大家对于地理有认识，就是话，一个地球一转到打侧嘅时候咧，太阳永远都射唔到呢个位嘛。但系如果到一转翻嚟呢边嘅时候啦，咁啊调翻转啦，嗱，到夏天嘅时候咧，就系、是、99至141日咧，就是、全日都系日头嚟嘅，即系冇夜晚嘅。大家一定要睇住个表，如果唔系咧。原來自己半夜三更都未瞓，或者天光啊日頭啦開朝早啦都唔知道，所以咧你唔可以靠個天去預測嗰個時間嘅，你真係要睇住個表，仲要教24小時嘅表啊，即係有埋 A.M. P.M. 啊，如果唔係24小時制都要 A.M. P.M. 啊，如果唔係咧，你以為七點咧，可能夜晚嘅七點同朝早嘅七點係一模一樣嘅，明唔明啊 ？OK， 大家要注意呢樣嘢嗱。佢呢個冷岸群島啦，就受到北太平洋嘅暖流支配影響下咧，其實咧佢呢個地方咧係比其他同緯度嘅地方咧係暖好多嘅。其他地方咧，如果同一個緯度啊咁計啊，即係同一個緯度圈啦，如果大家對地理有認識嘅話，都冇佢咁暖嘅，佢特別暖啲嘅。所以咧，係比較適合人仲可以喺度長期居住生活嘅。如果其他地方咧凍 Q 死咗噶啦，好多人可能已經。嗱，佢夏天嘅平均温度咧就係4至6度，其實唔凍啊，4至6。我覺得如果4至6度唔算好凍。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其他啲國家生活啦？其實如果你係就算0度啊，如果都唔係好凍嘅啫，都唔係好凍嘅啫。其實係啊，即係當然啦，最緊要唔好話好，唔好話刮大風啊或者剩啦各方面啦。其實4至6度咧，如果適應 OK 嘅話，唔算好凍嘅啫。冬天咧就平均咧就系-16至-12度，即系-10几度咯。冬天就-10几度嘅。OK， 好啦，嗱，咁我头先咧就讲过啦，呢一个地方有成50几60个香港咁大，但系大唔代表有用啊。嗱，佢有60%，即系60%嘅土地，系全年都系被冰覆盖嘅，系冰川嚟嘅。OK， 嗱，咁啊就40%地方咯，咁60%冰啦，60%系冰川啦，仲有40%啦嘛 ，OK， 但系40%里边仲有30%，30%系岩石荒地嚟嘅，系寸草不生嘅，咁啊即系得翻10% 啦 ，OK， 只得10% 咧系能够种到有植物同埋适合人类居住嘅啫，咁即系话就算你有60个香港咁大，其实你只不过能够用到嘅土地只有6个香港嘅左右嘅土地啫，但系都好多啦，当然，因为佢得3000多人啫嘛。3000人左右啫嘛。嗱，頭先我講過啦，點解我話佢3000人人口，但係長居喺度嘅人可能2000几人嘅啫，有好大部分幾百人啦，都係流動人口。因為嗱，即係你可以諗一諗啦。嗱，若果你喺嗰邊，若果冬天嘅時候全日都係夜晚黑掹掹，咁可能嗰陣時你就會翻去你自己本來嗰個國家啦。又或者你可能嗰幾個月就去第二個國家或者地方，或者翻落挪威本土嗰邊啦，近翻少少啦，咁就唔使咁點講，因為你依家你可以想像一下，喂，如果你成日都黑掹掹咧，你個人好 deep 嘅，好 down 嘅個人會啊，同埋亦都可能有好多工作啦，例如旅遊業啦。例如旅遊業你就變咗喺嗰幾個月裏邊就可能冇咗旅遊業咯嘅收入咯。咁既然冇咗收入啦，咁我放長假嘅，咁我梗係去可能去其他地方度下假啦，係咪先？甚至去東南亞之類之類啦，當地嘅人啦，因為其實當地啲人好有錢下嘅。我話俾你聽點解佢哋有錢，應間晏之後 OK。
好啦，今日讲咗啦，嗱呢个岛咧仲有啲好好嘅地方嘅，就系话佢其实好多矿物嘅。嗱呢个群岛啦，有呢、這个包括有煤啦，有呢个磷灰石啦，有铁啦，有石油啦，同埋有天然气等等嘅矿物质矿物嘅。OK， 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人喺嗰度做嘢嘅。OK， 嗱我跟住计都系会继续讲落去。告诉大家有些人在有些什么人会在这里做吸引到这些人这么冻的天气这么寒冷的天气这么冰天雪地这么闷都会来这里当然有原因的凡事一定有原因。OK， 它沿海的地区呢就是这个海象海豹北极湖北极熊鲸鱼的栖息地来的、啊。但是呢受到这个条约的保护不可以破坏环境和猎杀这些生物的，是受到保护的。整个斯亚尔巴这个冷岸群岛有5000只北极熊，它的数量比人还要多，人才只得二三千人，但它北极熊有成五千只。 OK， 好了，跟着我讲讲多少少的得意的资讯给大家听下。群岛大多数的人都是信奉这个天主教的，天主教徒来的。那当然有少数，为什么我这么说有少数呢？那我就跟大家说，有部分是、这个泰国人，泰国人是信佛的嘛，跟我一样都是信佛的嘛。OK， 好了，那就再跟着再讲一些特别一些个人的东西给大家听。群岛上面是没有街名的，那就是说呢你就不、告诉人家你住在哪一区哪条街几多号呢，没的，没街名的，也都没有门牌，所有的住所和店铺商店什么都好是没有门牌的。哇，那没有门牌怎么办啊？是不是很特别的，你呢就需要拍自己的门口是怎样样，什么颜色的门，什么门框之类此类，如果不是呢，这个就是一个证明你自己的地址来的，就是说所以你的门是怎样，你就要弄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适应，去给大家认知你的屋你住在哪个位置、啊、是没有特别的，没有门牌的。 OK， 因为岛上呢我跟大家说、除了夏天、是没有雪啦，即是比较、好一些啦，可以见到有些草之外呢、其余的时间呢都是冰天雪地的嘛，所以呢它主要的交通工具呢就是雪地电单车同埋船啦，同埋狗拉嘅雪橇嘅。好，我哋睇睇俾幾幅圖大家睇睇好嘛。嗱 ，OK， 嗱，先睇咗嗱，咁啊睇到嗱，第一幅就北極熊啦。嗱，北極熊跟住之後，我會再同大家講一啲北極熊嘅特別嘢。嗱，先講嗱，睇咗北極熊呢張相先啦。北極熊嗱冇咁特別啦。OK， 嗱就係咁嘅。嗱，若果你哋要離開呢個所謂嘅城市範圍，居住呢10% 土地啦，城市呢個範圍之嘅時候咧。你所有人咧都係要配槍先可以離開呢個範圍嘅，要有槍。佢哋咧係會當地嘅居民咧，你係需要接受一個課程，係學點樣用槍練槍，你先至可以離開呢個居住嘅範圍嘅。因為咧出邊嘅地方咧係自然保育區啦，若果有北極熊咧係好自由任佢周圍走嘅。若果北極熊咧見到人咧，佢驚咧會襲擊你嘅。所以你是需要一定要需要佩戴槍，同埋要學識點樣去用槍，因為你我俾支槍你冇用噶，你唔識用咧，你射唔到佢嘅。啊，你有支槍冇用嘅，得個樣嘅啫。你要學點樣用支槍，點樣射殺佢。不過係其實唔準嘅，法例規定，若果佢唔係攻擊你嘅話，你生命唔係受到威脅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射殺佢嘅。OK， 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你要離開居住範圍咧，你必須要攜帶呢個衛星嘅電話。同埋一個緊急器，緊急器就話你當你有咩危險嘅時候，起碼有個衛星電話，同埋有個緊急器咧，你撳咗個緊急器咧，就會喺一個鐘頭之內咧，就會有直升機或者有啲醫護人員嚟去拯救你噶啦。如果你遇到咩意外，雖然有陣時你有槍啫，你可能搞掂咗只熊啫，但係可能你同時你都會有受傷噶嘛，甚至乎你可能蕩失路噶嘛。咁所以咧，你係必須要攜帶三樣嘢，槍先可以離開個居住範圍，要帶槍。衛星電話同埋緊急器，嗰、那個緊急器其實是按鈕嚟嘅啫。OK， 呢啲我一定需要知嘅。好啦，好，另外再睇另外一幅圖。
好啦，咁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個係就係狗拉嘅雪橇啦。嗱，其實如果大家諗下你冰天雪地你行唔到車啦，啲雪好厚啊，咔哩咔啦啦。如果你係要好多時候咧都要坐呢啲狗拉嘅雪橇啦，所謂喂其實都幾過癮喎，咁大個仔冇乜機會可以坐到啲狗拉雪橇喎。馬拉車我都話坐過下，係咪啲馬車嗰啲或者人力車我都坐過啊，叫做細個細個試過玩過啦，即係唔記得喺邊度啊，人拉車啊。即係呢啲你都仲叫做有啲機會可以嘗試到，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嗰啲北極狗嚟拉嗰啲所謂嘅嗰啲叫咩狗啊，成雪橇狗啊，嗰啲husky 叫咩啊中文啊都呢個體驗都幾特別啊，幾過癮啊。OK， 咁另外仲有頭先講過啦，有呢個雪地電單車啦，雪地電單車就唔俾相大家睇啦。不過我想俾一幅就係話船啦。因為呢如果你是要由這一邊去另外一邊呢你坐車電單車又好或者狗拉雪橇都好呢都是一個比較長途和危險性高呢，所以呢他們會坐船的。好，我們看看另外一幅圖，就是那張船那張啦。 OK， 其實那些船呢就不是普通的船啦，當然是破冰船來的，可以破到冰，就算個海面結咗冰咧，都可以行駛到嘅。哇！坐破冰船我都未有呢啲咁嘅經驗喎。哇！真係呢個一個幾唔錯嘅體驗喎。如果有機會可以坐到呢啲船，因為如果破冰船，我覺得就係話佢會行得比較慢啲。但係當你可能衝過啲冰川嘅時候咧，我諗嗰個感受咧都幾特別。我諗會幾可能拱，我估啊，我估未坐過，純粹係我自己想像力。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體驗，我覺得都應該幾有趣嘅體驗。好啦，咁其實我背景睇到呢幅啦，你睇到依家冰天雪地啦，係咪？冰天雪地啊，咁其實呢度就係嗰個斯亞爾巴嗰個所謂首都嚟㗎啦，就後邊啦。佢後邊其實都設備都齊全嘅，各方面都有嘅，有政府部門啦，有酒店啦，有商店啦。當然醫院啊嗰啲基本設施全部都有嘅，全部都有齊曬嘅。雖然你見佢好似疏疏落落咁，但因為佢地方大，人口少，旅遊都可以去噶。其實我應該後少少再同大家講，如果去旅遊或者想留低長住嗰啲情況係點樣，我應該在後邊講咗歷史之後同大家講分享最尾。好啦 ，OK 啦。咁我講過啦，佢嗰度好凍噶嘛，我哋不如咁啦，我俾四幅相大家睇下，對比一下，冬天同埋夏天嘅時候，佢個環境有乜分別？好，先睇住屋嗰度先。嗱呢扎樓，佢哋嗰度啲屋咧，啲樓咧近鏡咧就係咁樣噶啦，其實好大嘅，就好靚嘅，其實好似積木咁樣啦。嗱呢一張咧就係夏天嘅時候佢嗰個環境啦。好啦，咁另外一幅咧就係冬天啦。嗱冬天你就見到啦，即刻變曬。白雪雪啦，就睇下大家頂唔頂得順啦，真係咁樣咁初你一兩日可能覺得好過癮嘅，但係如果你諗下你自己長期喺度居住嘅話，見到就係白雪雪一片咧，其實都幾悶嘅，我覺得。好，咁啊另外一幅啦，嗱睇咗啲住屋嗰個環境啦，我哋睇下嗰啲商店街嗰啲咁嘅街道好冇？嗱，先睇一幅就係夏天啦，冇雪嘅時候啦。其實嗱，若果咧嗱呢一幅啦，有個靚女企咗喺度嘅。不是我不懂的，這些純粹是在那些資料那裡。咦，這張照片適合，這張商店街的那些照片我就立了出來給大家看。你看看，如果夏天的時候呢就可以走到車了，都有走到車的，但其實那個市區不太大了，冬天就走不到的了，車 OK 落曬雪就走不到了。你看看，如果夏天呢，如果長期都是這樣的環境呢，其實都 OK 生活，即我覺得環境都acceptable， 都接受得到，不是好像那麼難生活的感覺上。好啦，但是我們看冬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呢就是冰天雪地了，冰天雪地是啊。但當然啦，你城市始終在個市區那裡呢，怎都會比在郊外會好很多啦，那個情況，因為起碼可能會有些人會工作的清雪啊之類之類啦。 OK， 好啦，那就跟住好講，看完相講了那些就好，再繼續給其他資料跟大家傾下。 OK， 好啦，斯亞爾巴這裡呢就只有一個機場而已，那你就要在挪威，先在挪威啊就要坐飛機過來這裡。但是
入呢度咧係唔需要任何簽證，亦都唔需要任何海關嘅。你一落機攞行李就走得噶啦，唔需要過移民局嘅。點解咧？我後尾後少少，我同大家再同大家講點解咁過癮，即係話呢個地方你可以自由進出、自出自入，唔使申請。OK， 好。總之你要去咗挪威先，跟住挪威坐飛機過嚟。OK， 好啦，嗱，群島咧以往啊，以往好耐。直到最近有少少唔同啦，近啲十年八年開始有啲唔同啦。嗱，以前嘅斯亞爾巴冷岸群島呢個地方咧嘅經濟支柱咧，主要就係靠呢個採礦業啦、漁業啦、勘探業啦之類嘅，即係都係啲比較所謂嘅基層工作啲嘅，基層工作啲嘅。嗱，但係近年咧已經係轉咗噶啦，已經開始轉咗噶啦。隨住呢個二十世紀開始啦，各方面嘅文化、知識、教育啊、水科技啊，各方面都提升咗之後咧，其實依家呢一個地方咧，主要咧係變咗靠呢個研究啦，同埋研究同埋呢個旅遊業為主噶啦。嗱，咁嚟呢度旅遊有咩睇咧？嗱，首先啦，嗱，通常嚟呢度啲人咧，主要就係睇冰川啦。首先自然環境睇冰川啦。咁就另外就係睇鯨魚啦，你因為可以坐船出海咧，你可以睇到啲鯨魚喺你身邊或者喺出邊咁樣睇到啲鯨魚啦。OK， 北極熊啦，同埋好多嗰啲咩北極狐啊，諸如此類，海豹、海獅啊，海豹嗰啲咁啲嗰啲動物啦，嘅自然生態動物啦。OK， 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好多女仔都好中意睇噶啦。OK， 我睇睇呢幅圖就係咩咧？就係北極光啦，大家可以喺嗰度睇到北極光嘅。咁當然啦，極光呢樣嘢就唔係話你一定，當然如果你長期喺嗰度生活嘅，咁你唔使憂啦，你緊會俾你睇到啦。但係譬如你話如果去旅行嘅話，如果你去得逗留時間短咧，有陣時都要講彩數嘅，係啊，唔係話一定可以俾你睇到極光咯。嗱，其實極光幾靚，我未睇過，我都未睇過嚇，睇下會唔會有生之年。如果我真係移民去呢個地方嘅話，就啊可能就一定有機會可以睇到。是咪？好 ，OK， 好，继续讲落去。好啦，依家咧改咗就系因为有极光啦，各方面嘅天然嘅环境啦，咁就吸引咗好多旅游嘅人嚟呢度旅游啦。所以依家旅游业都系好主要。同埋咧，我咪同大家讲过有嗰啲采矿嘅。其实依家嘅采矿咧，有部分嘅矿场咧已经系啲矿已经系因为咁多年啊嘛，好多年噶啦，其实已经采矿采咗。一阵同大家讲个历史。咁其實有部分咧，有部分嘅礦場咧已經係棄置咗，但係因為已經採曬啦，佢哋可以用得著嘅礦物都已經。但係咧，佢哋咧啲俄羅斯嗰啲人，我咪同你講有10%，有500多人係俄羅斯人嘅。其實佢哋俄羅斯嗰啲人咧就係喺度採礦嘅。咁咧，呢個採礦咧就越嚟越少啦。但係佢哋都冇走嘅，好多都因為咧發展旅遊業，佢哋咧就將啲礦場嗰啲礦場啊礦洞咧。就改裝做一個旅遊點，就俾你啲人咧就模擬你自己係一個採礦工人，就入去呢啲礦洞度採礦，咁樣就去感受一下佢哋當年採礦嘅時候嗰個情形啊、感受啊各方面係點樣嘅，即係已經將呢個包裝做一個旅遊嘅項目㗎啦，已經係 OK 好啦，好嗱。呢一個島啊，依家係只係有一間挪威嘅國營公司，就同埋一間俄羅斯嘅國營公司喺度嘅啫。嗱，而我頭先講過啦，呢間俄羅斯嘅國營公司喺度咧，就淨係負責採礦嘅工業嘅，嚇喺度負責管理嗰啲礦場嘅。OK， 另外咧就有一間斯亞爾巴大學，呢度有一間大學嘅。嗱，咁去到咁偏僻嘅地方，咁寒冷嘅地方。有一間大學，咁我諗如果大家有少少諗法都估到，咦呢間大學可能唔係讀普通嗰啲咁嘅所謂嘅乜乜商學啊、咩經濟啊嗰啲就唔係噶啦。主要呢間大學咧，主要就係讀一啲勘探學啊、地質學啊，即係比較係啲天然嘅科目嘅環保啊之如此類嗰啲嘅。OK， 所以咧，如果你係有啲學生啊，想對呢個冰川研究啊。勘探啊呢方面嗰、那個有追求嘅知識嘅話咧，可以選擇入呢啲大學。我諗呢啲大學咧咁偏僻啦，講真，你肯嚟都我諗佢都好歡迎啊。我諗就我冇 check 過，我諗學費啊同埋入學資格咧就唔會太高嘅。我估比起其他歐洲國家，我覺得唔會高。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讀咗呢啲科目嘅話，
你如果唔係喺嗰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做呢啲相類似嘅工作咧，可能你都係只不過係齋讀個學位嘅啫。我估，因為你冇嚟喺香港，你都冇冰川，或者亞洲地方熱嘅地方，你都冇冰川，你研究乜嘢？你勘探乜嘢冰川啫？你冇得勘探，勘探嚟做咩？係咪勘探個雪櫃咩？係咪 ？OK， 即係講俾大家聽個情況就係咁。另外最重要其實有呢一個地方咧，就係佢一國兩制行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都係一個主要嘅主因嚟嘅，就係話咧，佢依家有一個全球啊冷凍群土嘅全球種子庫，就係話佢呢一個種子庫咧，就要喺呢個冰天雪地嘅地方能夠保存到一啲種子，就係全世界所有植物嘅種子都會喺呢一個地方度揾到。即係話簡單啲講，若果某一天某一種植物已經被絕咗種之後，毀滅曬之後。你都唔使驚，因為呢度都仲有嗰一種植物嘅種子，為免佢哋係全部都係冇曬啦，即係所謂嘅點講咧？絕種啦，係啊，因為你知啦，有陣時天災啊，或者各方面咧，可能以前我哋咧有好多物種啊，不論植物又好，生物都好，可能有好多以前嘅植物咧。我哋以前係有嘅，依家因為一啲可能天然嘅災害啊，或者人禍啊各方面咧，就已經係冇咗咁解嘅啫。OK， 好啦，總之啦，研究業同埋旅遊業咧，就已經成為依家現時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噶啦，喺呢個群島裏邊。OK， 好啦，講咗一陣，不如唞唞好冇 ？Take 個 break 好冇？好，咁啊，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講嗱，呢個關鍵啦。下一節翻嚟，我想同大家講下。他們一國兩制怎樣 由以前一路歷史走來，怎樣到現在行一國兩制，而跟著未來的進程，還有他去，如果大家想去那裡生活，是可以的，真的是可以的。那我下一part回來跟大家說。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煮副手，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